看看这漂亮的颜色，这就是猪脚姜。有猪脚，有老姜，有鸡蛋，咸蛋，就是这一碗。在熬煮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子，把它这样子，几天几夜的这样子，又熬又焖，又熬又焖。然后把猪脚跟姜蛋捞起来吃以后，剩下的老卤呢，可以继续放新的姜，还有所有的材料再继续熬。就是这一碗。